那是养的哦，底下哎，哦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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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，他全部在哈利特旁边的这些狼。哈利特的歇斯底里啊！你会起笑啊？在他面前把动物杀死，跟马上面有动物的皮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差差别。就算你在他面前这么做，他也不会怎么样啊。所以这个都随机的吧。哈利特不管你有没有杀死几次动物，伊想要甲你抓就甲你抓，伊要插你讲你伫伊头前安怎做，你打麦动物甲杀，伊嘛袂甲你安怎嘛。所以巴哈姆特讲一篇。在这就不攻自破啊！你攻，你不要在哈利特面前穿动物的衣服、动作衣服，或是杀动物把它扒皮，或是马上面有动物的毛皮，哈利特看到之后马上喷你。那可见没有嘛？你看我台戏三只龙，甲北皮伊嘛不敢呐，哦好好啊，嘛卖我物件啊，所以片就我看伊嘛是咧。唔知啦，就是可能伊讲伊的经验吧，我不了解。It's an impressive collection, isn't it? 我可能其他的话，这影片就证明哈利特看到你杀死动物，看到你穿动物的毛皮，或是你马上面有动物的毛皮，都没有差别。你看伊心情呀，伊心情好，要甲你抓，甲你抓。我就起码是袂养，吼，嘛袂甲你装，啊，所以这个影片多多好。